一连六集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务公司之2016新风采创业颁奖典礼巡礼，本周带来个人创业类别以及生活风采类别回顾，15个精彩创业故事，办学、餐饮、装修、高尔夫练习场，创业奋斗的殷殷故事来自你我的身边，12个生活风采故事，慈善、休闲、运动、摄影，乐趣无穷。新时代电视星期六首播，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